想拥有更年轻的肌肤吗？想要抗老，只需 AI Placen Plus， 采用180%人造胎盘素，并以纳米技术合成，不含人体或生物成分。它的基因结构与人类胎盘完全相同，能最有效地提高肌肤的更新功能。AI Placen Plus 能减少细纹，刺激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产，让毛孔与肌肤更紧致。它也能有效抑制黑色素，淡化疤痕与瑕疵，使肤色亮白，更有光泽，肌肤重生。不要犹豫。大家好，我是傅芳怡。